有喜欢吃炒饭的吗？加个荷包蛋 nice。喜欢吃炒饭的可以试试这咖喱炒饭，真的好香哟。请帮忙订阅按赞哟，谢谢哟。准备材料：大葱、小葱和酸豆碎。准备炒饭了，热锅后放点油，加入蒜葱一起爆香。用中火一直炒到香味出来。加入咖喱液继续炒，加入鱼饼和小虾继续炒，继续炒，放点油，加入鸡蛋，用中火炒至半熟，就把全部的材料混合一起，继续炒。加入辣椒，继续炒，加入白饭，继续炒，加入咖喱粉、盐、糖、鸡精粉和生抽，继续炒饭，开大火把饭炒到均匀哟。
看看锅底，一点也不油油麦子。好香啊，大概炒了十分钟。把饭炒到粒粒分明哟。可以加入辣椒了。翻炒几下就可以了，完成了，可以成碟了，准备吃炒饭了，好香啊！感觉缺点什么？对了，要加个荷包蛋，让炒饭变成最亮的仔，哈哈。家人们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哟，拜拜。